荣耀畅玩 8C 真迹现场上手实拍不少。今天下午，荣耀在北京召开了新品沟通会，正式发布了荣耀畅玩 8C 手机，号称花8000万人民币成本，让6.26英寸的大家伙可以单手轻松握持。现在就给大家带来这款手机的现场上市图赏。外观设计方面，荣耀畅玩 8C 采用 6.26 英寸高清全面屏，屏占比为 86.6%， 机身厚度为 7.98 毫米，背部采用了 3D 印刷工艺，配合纳米级炫光纹理设计，拥有薄光金、幻夜黑、星云紫共四色可选。硬件配置方面，荣耀畅玩 8C 搭载高通骁龙632处理器，全系标配 4GB 内存，拥有 32GB 和 64GB 两种规格，内置4000毫安时大电池 1.8 大光圈，一千三百万像素 AI 双摄，前置摄像头像素为800万。荣耀畅玩 8C 真迹现场上手实拍不少。